但是我们这些牧区，有的牧民哦，在冬季来临的时候，有很多牛羊已经死去，所以说我们的牧民生活非常的贫困，注意保护我们各民族的文化遗产，把我们的文化遗产要优秀的部分保留下来，发扬光大。 翻嚟嘅時候喺火車遇到班香港人，佢哋問我好多關於青海嘅嘢，唔知點講啊嗰陣時，我見到好多嘢，我 feel 到好多嘢，感受到好多嘢啦，但係真係唔識講啊，唔知點講。 我想要离开这喧闹的小巷。